课本、老花眼镜。国文课本、胸罩、玉镯项链、麻将、象棋，一整桌各式玩具，还有女性用品，乍看之下像是百货用品展示。吃物件，来啉物件了后，他们来算这里。这些其实是普渡贡品，有别于一般三牲、猪、鸡、羊等，还有民众发挥创意，用石头摆成台东的博朗大道，把景点搬上普渡桌，旁边再放一壶茶跟咖啡，让好兄弟喝。金城武大大，对啊，公婆就讲啊，有男女老幼嘛，啊，我为了要照顾这个好兄弟公，啊，所以我咱有准备因各族群要用的物件啦。另外也摆了许多双 B 跟各种汽车标志牌，让好兄弟开好车。我有朋友在做车啦，所以这个机会就要来展示出来。云林虎尾镇一年一度封街普渡盛事，七大普渡区约1500桌，贡品应有尽有，什么都不奇怪。普渡重头戏，吉明师傅合力搬一块大冰砖，现场雕刻作品年年有余。好兄弟吃喝还看冰雕秀，虎尾普渡堪称嘉年华盛宴，民众用心准备，发挥创意，盼能累积功德福报，祈求平安。三新闻六一德云林采访报道。